你自己赶集的时候买点肉啊，买点东西吃，好，好不好？那老人怎么像那个菜市场的那个老人？老人家，去哪里啊？去这个去家，我们家。回家。哦，回家。哦，你认识我吗？我不认识啊。不认识。哦，不认你识。在街上的时候赶集，是不是帮助了一个乞丐，给了他2块钱啊？就是啊，是啊。是啊。哦，我认识他，他是我朋友。他是你朋友啊？啊，我哦。送你回去好不好？我没好脸的给。没事，我说你上来吧。呀，你老人家，对呀，这个。往那边靠，一起走嘛，走到。哦，一直走。哦，一起把那个打完，完了就一个瓶子，一个瓶子。啊。哦，一个瓶子。来，老人。男的啊，我把这个菜送给你。哎呀，不送了，你有这里有菜。我们家种起来，不要啊！不要了，不要，我不要，不要了，不要。这个有，哪个不要？这个豆子给你好不好？哪个不要啊？不要。哎呦，老人家真的。啊，你住这里啊？哎，老人家开门啊！过去啊！开门，你上个门过去嘛，有八公子，开了，看着我，弄点不清楚了，有点。哟。你出什么门了？东老。我刚才来了。哦，大叔。他刚来了，过去呢。坐着。水。要不我来了，你了。大叔，您多大年纪了？81了。81了，爷奶奶您多大了？我80啊，他比我大一岁。老东，15年了都是了。15年没说过，他就是腰子不行，早些生水的腰子。你心地真的好，我今天在市场看到你帮助我那个朋友了，你给了他2块钱，是不是？隔壁的那个阿姨让你不要给，你还是给了他，你为什么会要给他呢？找你，他要一起吃早饭，我吃。要不然他就别给我，把我把他吃没了，没了我没钱，我就回家了。他给钱给你没有？呀，我不用他来给我。你看看他人跟我有一些像不像？有些像。有点像。嗯。还不是你呀？是你呀？我怎么办？是你来了。我跟你说。我以前化了那个妆，我自己的妈妈都不认识我，所以你不认识我很正常。坐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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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。啊，你坐着。你烧水平常是用什么烧啊？你烧个水，烧那个水，我教你怎么泡那个藕粉吃。哦，他们2兄弟，两兄弟，我们小叔那一班，我们是这一班。就是几个小孩，我养过两个儿子，没有女，我儿子结婚了，到广东那边去啊，在外面打工。哦，就我这个藕粉啊，这样子拿开，这个呢就是往下面一压，然后这样子拉。哦，牙齿不好就里面有那个坚果，你可能咬不动，就不泡它，要泡这个藕粉，泡个5勺，好不好？泡5下。啊，你倒水进去。我叫你泡，就是这倒个2公分，这样这么高就可以了，看一下。就是丝丝滑滑的这样子。我拿个碗给他起了，我要怎么起。老人一小口一小口的抿。像他们这种年纪吃这个就真的太好了。没牙齿啊？没有牙齿啊？那平常吃饭不是要煮成稀饭？这么年轻了呢？啊，他吃了半碗呢。吃半碗了，吃完了。啊。吃了完了，这个好吃吧？啊，你试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吃。好吃啊？好吃。对，一般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的。当你老了，
这个多少钱一瓶啊？这个不贵，不贵啊，啊，这个才16.9。哦，一罐两罐33.8，还有那个杯子和勺子送。嗯，啊，就是很多家人就是不会下单啊。哦，然后这个藕粉啊，在刷视频的时候就点开我的头像，视频旁边有个商品两个字，然后直接进去，这藕粉就出来了，就可以下单了。好吃，好吃啊！这样吧，我帮你们两老拍个照片，好不好？嗯、啊，帮他拍一张，帮你拍一张，好不好？来。这个奶奶也是真的有缘分啊，在集市上面，结交了，在路上又碰到她了，然后到家帮她拍了两个照片，对吧？包了两个红包，啊，然后给他们两位老人。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，蛮好，蛮好啊，蛮好，这个老爹爹，来，老爹爹，看一下。好不好啊？高画质呀！啊，他换了个高画质。这样子，嗯，我们也走了。啊，走了。啊，我说打给你去找油炸。不吃饭了。不吃饭了，你忙了，啊，我记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约了朋友。嗯，啊，朋友。啊，我们要去那边了。哎呀，我得吃饭。啊，吃饭了哈。不吃饭。不吃饭。对对对。祝你们两老健康长寿，哦，啊，200岁，哦，这样子。你莫给了，莫给了，莫给了，莫给了。拿着，你介绍给了，你来。来，老爹爹啊，你拿着，嗯，啊，拿着。什么上不懂？啊，嗯，你没事的，遇到就是个缘分。哦，你好好好好。啊，没事没事啊。哦，谢谢你了。嗯，来来，这里，这样。我身上还有200块钱，最后200块钱我也给你了，拿着，你赶集的时候买一点东西，好不好？买一点东西，是不是？烧个，哎，这个花生，烧花生给我。哪边的花生不要紧，花生我收了，好不好？花生我收了，这个你自己赶集的时候买点肉啊，买点东西吃，好不好？那个我，啊，好的，好，下次我有机会再来啊，我有机会来啊，好，